微信拍一拍可撤回了，但有个重要前提，点撤回即可。不过撤回需双方都是最新版本微信，撤回效果有多好？基本做到对话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但你已经拍过。目前安卓用户需在 7.0.18 版本方可使用该功能，新版本正在覆盖中，请稍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